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浩哥 Dave， 一名卡加里的地产经纪。我这边呢是卡加里北面一个比较新的社区，叫 CHQ。其实呢，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们知道，去年呢我也拍过这个楼，我的一个客人让我帮他的房子上市，那个房子的成绩呢还不错，卖出了当时同类型房屋附近的最高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的另外一个客人也让我卖同样的这个楼里的另外一个单元。那这个房子呢很快就要上市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单元呢是我身后这栋楼里视野最好的一个位置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二楼。那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以2017年建的，800尺不到，它的每个月的管理费呢现在是461.92元，就是现在二楼的这个单元。我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它的这个单元里面具体什么情况。这是这个大楼的门廊，然后呢这边是一楼的大厅，所有住客的邮箱。咱们上二楼看看。今天我要上市的这个单元呢是在走廊的最尽头的一个单元。这个房子呢是一个 end unit， 就是在走廊的尽头，不会受过往邻居的影响。那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房子里面的格局。从正门一进屋，这边呢正对面呢就是一个小的 den， 这个小书房正对的就是门厅。可以看到正门后面呢是一个 closet， 还有这边的洗衣机、烘干机。整个房子是9尺顶，所以呢空间感很足。这套公寓呢房主维护的非常好，整个房子保持的很干净。这边是石英的台面和惠而浦的厨房电器。那看到这个吊灯呢代表这边是这个房子的饭厅，当然整个饭厅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，是一个 total open space。 然后我觉得这个房子最好的呢就是这边的风景，让整个房子非常敞亮，而且呢采光也很好。这边有一个小的阳台可以 barbecue。 咱们看一下这边的主卧，那带着大家一起看完了这个两室两卫一厅的公寓的格局，这个公寓呢很快就会上市。如果您对这个公寓感兴趣呢，请随时跟我联系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